机夜总会这部新的歌曲，今天来到台南市，汉工作就真闹热，无少当本高山粉来真甘心。超级点唱就邀请的方一平跟傅振峰来，我大家点歌歌声，每人真好听。你是把酒给搞烂吧？去看了去看了呀！查甫人哦，要吃爱养吃嘴啦，对不对？搞不搞？是啦，吃嘴小块代志吼，嘿，出去偷吃，唔通会洗身躯。比赛刚开段了，来到就是国宝级的孙翠凤，带来一群小朋友，功夫真厉害。我喜欢呢，哎，我喜欢。你听好，你听好，你讲你好听好啊。你讲你听好，你讲你听好啊。孙团长讲的，这囡仔养眼寡义的叫。哎呀哎呀，我无啥相信，看到一出。西游记，过来是慈善天后张亚文，今天又过带来三款感人的故事来感动大家了。我是妈妈已经陷入昏迷，讲拢未精神，无精神。现在亚文老师的入面，把酒单微微张开，就在听你唱《亲情海岸》的时候，其实一直把酒一直看亚文老师。咱台湾人的真情好歌，台湾人的全新爆笑好秀，都连银行的超级夜总会，千万唔通转台哦。车载咱来到这个台南府城，今日现场哗，这人山人海啊！哎呀，做闹热的啦！哎呦，是啊，又讲嘛，海岸宫大拜拜！哇哇，这庙啊，已经是就清朝都有啊，对不？三百几年啊嘛，三百几年，乾隆元年都有啊！是，来为闽南国大拜拜呢，请两位贵宾过来。首先啊，我代表阮龙兴门新宝庙来感谢着咱。三高定岗海洋宫啊，哦，因这个甲午年，哦，这个三条，哦，庆幸吉安向照，会当有新目标来做这个主播，而且代表阮龙里门嘛，来感谢三高定岗海洋宫，因为龙里门新目标啊，含海洋宫的姻缘，来为183当前讲起啊，阮龙里门新目标。一古庙啊，我伫道光11年，我来做风台引大水，啊来帮伊啊。啊，我迄阵寄神佛啦，总共有寄百几尊。那较早然后五尊、十尊就算有济啊。我迄阵寄百几尊。到民国5年啊，我罗里门新庙要来重建，后过来我的妈祖来甲请转去。中间住伫海岸经寄87年，哦，足足87年。所以讲，一点温，一点情，阮土城人铭记在心。所以海洋宫的代志，就是新北的代志。哦，大家讲对不对？邱大人，多谢，谢谢，谢谢，谢谢。刘秘书，辛苦了，那个朱伟，洪朱伟，谢谢，谢谢。两个高兴，我今天去接受咱现场，比如分享。喜怒哀乐，恁两位请落台。来来来，点歌，要点歌，拿牙签哦。要点歌，牙签。好，再两点了，再两点了。大家呢，我顺便讲，心情故事要分享，用歌声来代替拢可以。贵姓大名？叫姓蔡。姓蔡。蔡一条。蔡一条。阿贵，今仔日要来点什么歌？为什么代志来点？
迄个，你袂讲讲你心情无好吧？这袂讲变啦，你唔知这是刮胡刀了。我喊那个痛滴啦。我要点庙会，庙会要来符合今仔日这现场的气氛。是安尼吗？对。啊，你有参加点头哦？有啊。啊你来，你做多一个角色。迄个狼师。狼师。哎。哦。啊，两只好好来狼一个哦。哦。哦，你点庙会。庙会。第一个。第一，这边会是第一，阿毛公爷还是第一。欢乐是古龙的，不是啊？不是条，那叫做庙会，哦，庙会，阿庙会不干，这个庙会，庙会老在那边。今天气氛的庙会，张老姐，张老姐，好玩啊！你气氛好听，唔来听我听，系啊系啊，你听心中一起莫自己扬起来，哎，一点老对听，哎，好啦，一边玩哦，好嘞，你好，你好，你好，七七啊，看你的面相，就知讲你安尼足够读书的，想到你是看多才够读书，学问足好诶，哦，会当梳这个梳中头的人无济呢，叫做学家头啦，从我这个头型的梳起来未看，哦，安尼将在。是是是，已经做官的头了。我安尼讲你拢无表情，怎么？叫什么歌？地高月大。这地高月大吼，对你的人生来讲，一定有一段故事的。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未来的彷徨。对未来彷徨。啊。你已经要八十岁啊。你讲咧彷徨哦。哎呀，先阿讲。是做什么头路？行到今仔日来，搁彷徨啊呢？啊，这个东西啊，吼，这代志咧做时阵，啊，足惊的啊，啊，家己行唔到路，安尼。真的吼，足惊，佫行唔到路啦，对，人心彷徨嘛，吼。是啦，哦，安尼提高我台，麻烦点一下光明灯的嘛。光明灯来录你门店嘛，我安尼啦，人心难免彷徨啊。对对对对。你讲提高我台，那没听过提高我台哈？是。因为人生有真侪方向嘛，希望大家拢行到方向。第九月台送我大家。好，人生有一个方向，是来放一边来，地高月大。
人拢心中一个确定的月台，方向正确。来，这位请红山，这位准备要贴票，嘛要去坐火车的朋友。说个啊，贵姓大名？姓李，姓李。啊，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哦？有啥物问题啊？看你安尼眼神内底安尼凶凶公公，啊头壳一直喘，你是中风呀？你是中风啦？对啦，五杀手。跟不杀杀，不是，我过来不杀杀，叶林心不杀杀，还过来抓，还去看医生，哦，你能问看医生，那不杀杀，对啊，你是为什么不杀杀？唔知，唔知，啊，你今麦听不阮大家不杀杀，你是要听歌不杀杀，还是要乱讲不杀杀？听歌不杀杀，要听这条不杀杀，对，不，伊讲听完会较好啦，我看你这个型哦，对，我想看嘛呢啊，喂。我去打你，太注意阿公。我已经了解，你吃头路，你头家定定跟你黑白讲，你今天去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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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无啥啥对无？哎呦，不准啊，不准啊，无啦，超准。你该怪就怪。刚我无啥啥，我无啥啥，我都无啦。不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夜蒙上一层淡雾。不是不是掉，不是掉。吴家昌伟，吴家辉啊，加四个女人吗？哎，就加龙千玉不？你加龙千玉，好啦，我加龙千玉啦。伊两个合唱的啊？哎啦，合唱的这关键啦，舞不？哎啦，舞是啦，这蒙大蒙舞不？啊，来开舞厅啦。哦，安尼讲较，煞唔知开舞厅，安只讲明啊，对不对？越描越黑。安尼再清楚，特别舞啊啦，特别舞煞煞啦。我代替龙姐。好，你两个唱舞，我大家卖舞煞煞，卖舞煞煞，身体健康好不好？讲明个前途安尼吼。来。拜听这个歌，真好听，好听，对呀，真的。所以你以后免得人家龙千玉嘛，加放一瓶嘛 ，OK 啊。我嘛，大概合唱过啊。后边唱我两个唱过。OK。今天观众拢真好点歌，是哦。你无机会哦 ，OK。嘿，你看嘛是少年郎，是。啊，你爱看个眼神，可讲。形象。眼神叫你阿拓汤。用超掉，用超掉。我讲你，我看你嘛是安尼哦，神色慌张，是安怎？就不安定啊。今天你看到少年人拢安尼吃吃掉，吃吃掉，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第一届好你啊。第一届。哈？什么？第一届好像，第一届好像，好像。我什么人啊？我是不是就去搞喇叭啊？你意思是讲你头一届上电视哦，伊安尼。是。听好啦。讲我太清楚诶，大概这将仔。人水水，讲话垃圾鬼。不啦，三万两爱听你。喂，阿要听什么歌啦？迄个无缘的落车。无缘的落车。是是，接唔到站了。嘿，有不啦？有缘的上车，无缘的落车。嘿啦，有缘的上车，无缘的甲车落车呢？
偷车你也着算免落车呢？偷车你也着向赶落车？因为拢无招啊，拢无什么拢无招，你免招鬼。恁女朋友偷车，你意思是恁女朋友偷车，你叫伊落车做，你要点这条吗？无，伊偷车叫我抓着，伊偷车叫你抓着。哦，现在你会当管区给你啊不？那是你丢个关谷拢爱搞贼呢，马上调刑事的了，马上调刑事的哦。你来怎样要去的啊？因为迄个是因朋友打电话讲，我怎么跟恁无斗阵喂？无人有车你倒哩啊？无人有车喂？你靠靠失恋嘛？不靠，我是失恋面吗？哎呀，看得出来。来，无人有车。祝你幸福。对对对，千万唔讲吼，做迄个无正确嘅即个方式啦。要伤害对方嘅方式。对对对对，既然无缘嘅吼，不要紧，咱熬一次，吼对不对？啊，你佫熬一次。无啦，无去，无去，那新人无去，旧嘅未来。啊，对对对对对，祝福你，啊，祝福祝福我，啊，祝福这位小姐先。啊，咱这就是拄啊上车嘅小姐哈。是。嘿。很漂亮呢。贵姓大名？姓吴。姓吴啊，吴小姐。姓吴嘅拢水，因为我嘛姓吴。你嘛姓吴。口天鹅，口天鹅，我个木子林嘞，我白富富嘞，阿咧看你这么欢喜，是，阿点的歌一定是唱欢喜的歌，对不对？嗯，也还好哎，还好，是啊，咁个经一条鼻血，是，你穿来恁面上这么好，嘴嘴嘴来鼻血哦，唔是要被控伊啊？就你讲，没有啊，刚刚讲那个真的是。你也跟他一样哦，你男朋友有被抓到的丢啊？对啊，跟就是跟那个女友前女友嘛。前女友？对啊，怎么可以这样？你是不是切入的太早了？咦，阿你等个玻璃啊，你怎么个切嘞？没有前女友。哎呀，前女友聊赖可以吗？所以你意思讲，你男朋友跟前女友也未耍，阿哥跟你做会意思吗？就藕断丝连，你懂？啊，你从聊赖在赖上面赖哦。我你讲会用赖的都很赖皮，真的？假的啦，我也有在用。所以你也是？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啦，已经娶第二个啊，未使。喂，没个讲啦。哦，没个讲啊。没啦，阿姨你第一届啊啦，嘿。没个讲来讲。阿你好啦，要点什么歌？情难登望未起。哦，情难登望未起。你是要有对方啊，唔是要你家己啦。对方，对啊，对方就是头先讲抓到迄个头家抓到的啊。你对，什么意思？可以接你，咁咩能过啊？但你你讲啥？对方就是头拄啊点顶是首歌迄个查甫人啊。亲啊，哥。啊，你刚刚咧讲点名了什么？伊在点啥？你到底啥？什么车落车？叫我落车。我来，你赶落车。你叫我落车。你跟你赶过来。你来来，你来你来。你来。你姐，你姐，爱爱和跟我清楚。你跟你跟人等下无清气，你骂人垃圾鬼。哎，公家平啊。啊？小可累起来。对啊。
你安尼就不应该，你知无？你即摆吼，你安尼对你的前女友来讲吼，不应该，对伊来讲嘛无公平，你知毋？是是是，拍水拍水。你白你你看，你一个嘴内底头前迄嘴菜，你都要被吞落，你现在搁食第二嘴，你本来知这两口是啥物味啊？你让伊面个放炮啊！你对无？这样很不行啦，啊，不然你安尼嘛袂用的啦。伊长了无清气，啊！你着马上为着要保护伊，你着搁去敲一个，你安尼嘛袂使。无啊，阮弟弟呢，我亲弟弟呢。你连你弟弟都甲敲嘞？无啦，我出去食饭，有无？啊，互伊拄着，伊讲安尼不可以啊。哦。你是白就去滚啦吧？去看了去看嘞。好了，哎哎哎，钱嘛钱嘛，哎你钱嘛，我讲。关键是钱。这点是变你钱嘛？其实吼，你男朋友吼，这查甫人吼，迄只爱养七嘴啦。对不对？你知啦，哎，与片片讲这个翁要冤家嘛，对不对？啊，但是这做太太嘛唔对。你看恁翁无七嘴啊，你看到你嘛要乞只恶心婆，你要吃一个。那么搞这啦？我看你听啦，七嘴小块代志，嘿，出去偷吃，唔通会洗身躯？好，洗了个身躯啥关嘞？那等于湿闷的皮毛讲真，你咪好白讲。来进播啦，进来啦，来金兰灯放袂起。OK。一场梦，到这渐渐醒。一段情已经袂当伊，千言万语点点来离开，只有暗暗来吃我你。过去的秘密，感情放也放袂离，对你的思念心情甩你离开，不想你搁想起，真难分梦袂开工喽！掌声鼓励一下。首先，甲大家报告一下，这个铁西宫的这个吼，过去到即马办事的过程。嘿。初一十五无办事。对。初二十六休困。没错。其他的时间找无人。一定的。今天吃拄啊好。哎。龙时吉日吉日龙时，咱的巡团长已经来到现场啊。哎，你知巡团长的本名叫啥无？啊。本名孙团长，你唔知伊本名？我知啊。伊本名叫做孙残水。因为气啦，喂！一生六善好事，做真侪好代志，所以呢，四个人去看。是。西哦，有人来咯。今日来到台南，心情真欢喜。哇！早就跟你讲，姜好耍来吃伊的。哎，师，啊，我你今仔足古锥的呢。嗯，因为你内裤穿比外裤较深色，所以唔敢看到一个内裤。哦，那叫大领啦。喂，你穿个卡达乌去啊呢？哎，你连咪要新兵来出啊？你安尼？好啦好啦。哦，哎，有一个真重要的国宝级的哈，这个老师来到现场啊。啊，孙老师，孙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来来，啊，碰导演，碰导演！不敢不敢不敢！哎呀，啊你今日今日喊你归时来到阮家呢吼！你也爱问事就对啦。无啦，我是吼来甲你问安啦。无无无，不敢不敢不敢！你有什么代志啊？我跟你阿姐哈，安尼请新民降价者。啊，是安尼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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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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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嘿。对的啦，
个豆头哦，无虾米正常的，你个豆头。哎呀，伊怪怪。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拍拖哎！一位国宝级的歌戏的大师，孙老师你好啊！啊，今麦是要称呼伊安怎啦？今麦太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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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太祖爷哈，嘿，你唔通叫爷，爷是蝴蝶，我知爷会飞出去啦。对，爷无礼貌，是拄到孙老师，我都要尊敬三分啦。哦，不不敢不敢不敢。对到咱这个民俗，这个歌戏贡献真大。是，哪里哪里？足厉害，嘿啊！生囡仔生百几个，生百几个囡仔，百几个囡仔，哇！这也不是我生啦，不是你生，别人生啦，阿阮斗气啦，对啦，嘿啦，让团长做爱心。今仔个不是你的问题，是遐囡仔要来就对啦。对对对，这囡仔专工哦，按国外吼坐飞轮机坐足久的，坐来咱台湾啦。要来看咱台湾的这吼爸爸妈妈啦，好，哦，囡仔甲叫起来，来，即摆就要叫起来，哎呦，来来，来来来，甲请起请起来，来来来来，囡仔，哦，啊恁恁恁这囡仔那拢乌粗粗，啊，你，我再介绍一个啦，阿弟啊，哈哈，你是捌一个乌啊甲憨子哦，我讲唔对哟。因这团算讲香火足旺的，大家拢分家咧，规个这个吼，这个本尊，咱的这个金星拢分家旺旺。哦，是安尼啊。人有咧修炼啦。啊，你表示有人，有人咧拜人吼。哎呦，哇，足高追的呢。哇哈哈，介绍一下。阮即马登来是赖索托，啊加斯瓦季兰的孤儿院，阮是 ACC 阿弥陀佛关怀中心孤儿院。孤儿们，因为咱台湾人是世界上有爱心的一个国家，所以每一年，阮家的非洲小孩拢会登来台湾，用因的才艺表演给咱台湾的助养爸爸妈妈看。哦，你卖看今仔日哦，这是特别的哦。今仔日呢，因是歌戏要表演啦。伊要表演歌戏。哎呀，你看非洲的囡仔样演歌戏，这确实有影无简单。难免哦，表演呢，这个歌戏进程吼，是。咱的部队先分两边，分两边。啊，派两个呢，哦，较好讲话啊，有啥物问题吼？啊，来。太主爷吼，哦，要介沟通一下。哦哦哦。来来，派两个会讲台语的。会啦。会晓讲台语哦。啊，还佫一个来。还佫一个，都是因两个啊。哎，因两个。啊，来好。出来，小朋友，往右边去。好，来 ，Everybody， 哎，好 ，QK 的秀 ，Sit down, please。OK，OK。哦，来来来。哎，各位好朋友，咱们来看三太子安那来解决咱非洲来好朋友的代志。嘿嘿，我叫我 name。哎，我听无。你是听无？你听无？你好听无？你讲，你讲，你来听无？你英文啊 ？OK，OK。你会使我讲一遍无 ？One more time。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Malifusnata. Malifusnata. Money is Valasha. Money is Valasha. Okay, okay.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Musa Ruman. Your name is Musa Ru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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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Where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Lesotho. Me. 赖索托。Are you sure? 不，伊我一听我赖索托，哪样来讲？我在。乱说说。啊，你顺团队讲的，叫你来养眼瓜伊就对。哎呀哎呀哎呀！我无啥相信，在台湾的，比你敢要相信？你敢相信你会晓唱瓜伊？相信吗？哎，唔相信咧！你看一下无？个会晓做功夫的哦，会晓变哦，会晓变来变去哦，佮有孙悟空哦，佮有唐三藏，佮有猪八戒哦。看倒一出《西游记》。西游记，佮拍波过来去。耶！
不可杀心。是。我到听者。是。恋爱悔改，不可害人。透过水晶回来，为令干净轮换。阿弥陀佛。多想说。咱这个尊老师傅，咱的这个甘心，就是讲将这个爱带到这个全世界，传承咱这个台湾文化，向外呢去生根发芽，真正不简单呢。啊，听到讲即卖呢，这个闽南语歌曲唱了也非常好听，真好听，这条歌有意义哦。是，专工要唱啊，咱台湾人的乡亲听，因为台湾人的爱心，坚持到这大汉，所以讲伊要唱一条，唱什么？妈妈恰利亚波丁，哇！妈妈恰利亚波丁，来不？村老师哈，算讲咧，每一年拢有真好嘅计划，用这爱要来去传递。啊，恁哦，即摆咧，咱咧字卡吼，我大家了解一下，咱咧活动过程，也是希望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到底来参与这个爱嘅活动。来，阿弥陀佛关怀中心，就是阮嘅高龄医院名。啊，你只要上电脑甲拍 ACC。ACC， 哎 ，ACC， 啊有电话伊就会载出来，哎，专线电话，02-2791-3398，哦，用你的爱心就会当救一条小生命，啊，伊等下台湾呢，除了来上这个节目以外，因个伫台北一月初二，一月初二，一月初三。一月初二是台北，台中一月初三，咱高雄是十二月二九，台南是十二月二六，嘿，十二月二十六号。所以呢，这是咱立功一周年的感恩之旅哦，兴旺非洲热烈参加，希望所有朋友呢，共同来做一件好代志，阿你好唔好？好，谢谢。来祝祝我，再唱。这款的爱心不得了，咱大家要跟加油啊嘛！好，孙老师啊，啊，太祖爷，太祖爷，小心有点心愿，在我度小心完成一个。哦，你搁叫小心呢？你这这大尊啊，哪有小心？小心在天庭，嘛拢在看歌戏。真的哦，唔知谁跟孙老师你合唱一个无？哈？哦，好嘛，好啊，太祖跟老师唱了，你就可以。对啊。
这厉害哦！哎，我们这里我搞的，你这阵这厉害，伊让我来看电视诶，我来看电视哦。哎呀，会用诶呀，你先啊，啊，我先要啦。好啦，唱一条大家拢会用诶国语诶国歌，哎。介绍这位员工是咱全台湾大大小小拢非常敬重的一位天后。天后是哦，他做了非常非常多慈善的事情，而且为善不欲人知。当然，是的。但是我心里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天后要出来进前，为什么是先派一个卫兵，拿一个弓箭徛伫遐？这弓箭，那是白妖令。哦，对哦。第一，天后要出来进前，我要先访问这位叫做 Aaron。Aaron， 高阳囡仔啦，意思是讲一论的都爱论。Aaron， 今年回到前头，拜拜。Aaron 你好，嗨，大家好。都一样人，高雄人，高雄人，这是台南，你敢来？我来这读册。哦，啊，读到位。台南大学。那这样啦，你先小拉一段，我们试试看，听听看。大家听看没啊？看这全国第一名的声做啥款？哎呦！Okay. 刚刚那个怎样也记住啊？不是，咱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外国人这样听这强强要救紧的物件？对啊。你这都跟他一起修大黄蜂同款呐。你讲大黄蜂？这困难的呢。大黄蜂。会。你会？我不简单哦。哦。手还足紧，呢。后摆伊袂记哩啊！后摆恁某一定足幸福。你别讲伊袂记哩，伊昨日要笑你看的啦。我讲你徛在遮吼，因为个人拉跟旁边有大牌无同款。嘿，起码这位天后拿出来，你徛在遮拉，安尼紧张到你的代志啊！好，而且呢，欢迎慈善天后詹雅文。谢谢。你的高大，你也把。
谢杨老师好。空格后，老师。哎，美女。哎，帅哥。哎，天后，你刚有去上厕所吗？想哪里？我哋来在 Q 这条欧布是你的衫顶管你。啊，这野衫。顶头一整一只啦，啊，你那坑在内底啦，啊，你棒棒的出来，你就穿穿呢，穿我。是安尼啊！你是怎样乌白的？这天牛啥？你唔摸咧，看下个会搞唱歌。对，你就直接甲摸咧啊！哎呀，你看那围巾呢？这款天伊穿安尼，我穿安尼，敢那笑诶！你不然就笑诶！啊，人家真正天气足好诶，你呐！我提来扛，我提来扛。哦，好，扛好啦。啊，我就个细细拖拖诶，你小可有病呢啊！哎，你有合格啦吼！哎呀，演唱会使乔伊啊做你的，哎，这是真的呢，哦，这个是我的荣幸，开心吗？谢谢你了。你要跟老师握个手吗？想吗？哎呀，好棒！我老师还没答应啊，你觉得？哎，人的笑脸呢？你很痛，痛滴，谢谢，爹啊，好棒，真的，要不要拥抱一下？要不要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安娜，好哟。老师的眼神说，现在才讲。你是讲到我了。老师刚害羞了。那你先，你会不会当过兵吗？面朝观众了，你都向左转。你有看到怕过了不？有没有看到打鼓的？从他的左边走，起步走。哦，给他这一行，拿 A 哈。听人讲叫搞烂鬼，拢爱做爱食香蕉咁样。你个公家老师看他脸瓜的臭美，我真的每次哈一上台，我跟你讲，你哪来上节目，那你收视率上就管嘞。我若去问那菜市啊，贵也贵，吼，说卖鱼啊，卖水果的卖猪肉拢跳出来，孙啊，你咧创治咧天后够好笑的。伊就爱看伊个你男的啦。所以我特别你若出来，我拢想尽办法要大家欢喜。对啊，对不对？那会当让大家欢喜，这是个善缘啊，当然这是足好的代志。啊，唔好呢，欢喜了过头，啊，我说拢未晓唱，我都唔知要安怎。对啦，那你出来吼，故事就要开始感动啊。是，来来来，来来是，要感动真情哦。嗯，迄个海报无？白吉星，那是你的新唱片嘛？对吧？上新的专辑。刚才黑秀以外有白秀无？啊，当然有啊。介绍下新歌，大家听一下啊。哎，白吉星，边啊？迄就是白吉星嘛。哎，老师啊，你乌白讲你北极熊哦，哇，这人无大无小呢。熊熊看起来个娃呢，老师有脸呢。哎，阿奶，迄只熊奈无毛？对，阿都用这款北极吼，伤过热，温室效应这款毛听了了。无啦，老师啦，其实感动的歌曲呢，只要呐会当在众生的心上发现的时阵，我拢希望会当收录成专辑。是，所以这对专辑一样不例外，也有感人的故事哦。在这个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我跟你足喜欢的，但是我今仔日真抱歉，我惊讲今仔日唱了会无好，因为每一回这安尼的歌曲对我来讲是足大的调整。无人听出来啦。对啊，你讲无好，拢对我来讲你足关机的啊呢。哎呀，不敢。你有真济只个歌迷，拢在因上需要的时阵。啊，才来找到我，但是这个需要已经是到了人生的落尾啊。嗯哼。譬如讲，已经罹患了癌症末期了。是。也正是讲，许多人已经往生去啊，才摕到我的专辑，去到因的灵前，这对我来讲是足大足大的打击。我会感觉讲，为什么会未赴？为什么唔赶紧？是。但是落尾呢，这事实拢会甲我讲一句话，这歌迷拢会讲，我们身为他的家人，我们一样爱着雅文老师，我足惊甲你麻烦呢。但是我跟他要交代一句话，就是我的亲人跟我讲的，我们好爱你，好爱雅文老师。OK， 你雅文老师最近做我的代志，咱两面哦一一向大家报告。我是问你，新歌这首歌，今麦先给大家献唱一下，好不好？因为恁真爱我，我无德无能，承受不起，我只当用歌曲献给恁。你曾经爱过我，谢谢。啊，流浪汉。
首歌叫你曾经爱过我，老师安尼唱歌也感觉讲啊，我都有讲，我要爱大家，有当时也袂赴，是，所以希望有需要亚文老师的所在，伊拢是尽量赶个到。那有看阮节目的人，有知讲有一个叫做王妈妈，王妈妈。伊因为囡仔爱照顾囡仔，囡仔得了好像是脑性麻痹，是，因为爱照顾囡仔，所以伊无时间头去看医生，是本身身体真无好。这个节目，这个事件来到阮节目了，经过亚文老师去给拜访，去给讲了后，这个王妈妈伊即马要甲恁感谢，到底是感谢什么？大家请看这段影片。感谢超级夜总会和张亚文老师的帮忙，我这礼拜四要去病院检查身体，希望大家也能平安健康，多谢大家帮忙。多谢大家帮忙。我但是亚文老师甲讲，你都要家己顾好身体，你唔要有法度照顾你家己的事实。伊已经要检查身体啊，而且医生讲。会甲查出上诶，所有病因拢甲查出，好好甲治疗。希望大家拢平安。但是人生在别人发生安尼无常的时阵，咱讲伊无常；发生伫咱的身上的时阵，咱讲叫做无正常，因为我们不能去接受它。但是看到别人的无常的东西，请恁把阿妹一个当下，珍惜咱身边所有的人，尤其是咱的四大人。友好兴盛，袂当慢，祝福大家。这是王妈妈特别感谢，本节目嘛感谢亚文老师，该考空调要去看医生。另外有一位查某囡仔叫做徐丽玉小姐，在伫个顶顶礼拜发生的代志难呀，到底代志是安怎发生的？徐妈妈呢，伊的状况就是。平常时都无感觉安怎，忽然间感觉无爽快呢，上急诊已经是癌症末期啊！哇，这严重！已经规个癌拢摊开啊！那伊查某囝知影了后呢，知影讲妈妈呢上大遗憾就是去听亚文的演唱会的时候呢，没有握到亚文的手。然后呢，伊咧听演唱会时，伊就甲问伊妈妈讲：“妈妈，你看亚文啊有水无？”妈妈讲：“我年纪大啊。”距离那么远吼，我实在是看无伊生做安怎，但是我敢若听歌声，我真满意。啊，看到伊咧甲人握手，我来当握着伊手，唔知偌好。查某囝讲：“妈妈，咱钱看卖咧，看会当钱较头前无？”结果无法度，因为人太济咧，无法度钱来头前，甲我握着手。等到妈妈已经病倒了后，这个徐小姐才讲：“妈妈遗憾，我要甲抱起来。”我爱赶紧来找亚文老师，我到底要去倒找？伊怎伫一个网站开始写着讲，我妈妈已经急诊啊，赶紧的希望所有网友你帮帮我，我怎么样找到詹亚文？啊，都有人甲报讲，你赶紧的找三立电视台，赶紧的找超级夜总会，也因为安尼关系牵上了这条线，我才去病院看到这个妈妈。当当我去到病院的时阵，感谢碰过。在旁边陪我，因为我看到伊的囝儿四岁，拢总六个囡仔，十四个孙啊，大家到现场的时阵，他的儿女当面甲跪落来，跪伫我的面前甲讲：“亚文老师，你的温情我一世人都袂甲你袂记哩。”这个当下我的心足痛，我痛的是啥物？我足自责的。我无法度照顾每一个爱我的歌迷，我只希望你大家拢会当平安照顾好家己。如果你有甚物需要，只要我阿母若做会到，我一定会做到底。好，这是用讲的，我们老师老了，白晒，甲大家说讲出伊的心声。但是迄天伫个病房进行是安怎？这段影片真珍贵，现场朋友。咱是第一摆看到，请看来。
很喜欢听雅文老师的歌啦。原本已经看到雅文老师11月份会在中坜有一场，原本想要带他去唱，后来妈妈就生病，就没有办法再去看雅文老师的演唱会。那我们想说，妈妈这么那么喜欢雅文老师，那我也是试着从影明会里面能得到雅文老师的资讯，然后想能不能替我来圆这个梦，那妈妈还可以再看一次雅文老师。妈妈，困到不能了，我来给你看。雅文，哦，我看文了。妈，你讲你刚看袂入去，看袂着。雅文老师的手，你今摆好你看。妈妈，你要加油哦，我特别来给你看嘞。哎呀，这感恩嘞。陈老师啊，你本来今摆伫你给你牵手哦，你给你祈祷，今后。咱的心交予菩萨，身体咱交予医生，咱要有信心吼，啊，你要加油，好不好？那彭小姐先生吼，去来来第一辛苦伊啦，好，彭小姐好来来，是你个，好来第一辛苦，好，好，啊，彭小姐好，本人来来第一辛苦伊，甲你看啦，好，你把这边这边金宝，大家拢在甲你祈福啦，好，好，好。啊、你做爱主持的节目，那你就去看天师姚玲珑啊，对，伊有在做本人，哦，今仔来伫个面头前，你目睭闭较紧嘞，哦，闭较紧嘞，哦，闭较紧，哦，你要较紧，好，较快，哦。甲我结婚48年啊，吼，48年外，吼，会使讲，迄足伟大个就对啦，吼，甲我要生6个囝。吼、哦，啊，今有14个孙，吼、哦，有拢请完啦，拢请完啦，伊即摆要甲我带去吼、哦，我足唔甘愿了，就对啦，我足会使讲，我足唔甘愿，足不公平，最主要足不公平就对。为着海风，大声唱，歌声花，女人心。你敢有看？一粒心沉在深情海岸，哪有快车？你着幸我。刚伫病房内底，其实迄个先生甲阮讲。是妈妈已经陷入昏迷，讲拢未精神，无精神。现在姚老师的入面，把酒盏微微张开，所以在听你唱《深情海岸》的时阵，其实伊是把酒一直看姚文老师。我第一摆伫个面前看到人用伊的脆皮脸颊去捂人的脚，这都是姚文老师。伊个身躯我甲懵懵嘞，就发现讲伊个脚有够冷个冷。我用我的双手较紧个搜搜嘞，希望会当甲捂好烧。但是安那捂拢捂袂烧，我就赶紧嘞将伊个脚捂着我个面，嘴皮，我个嘴皮颠倒较烧吼，安尼甲捂好烧一下。别人个是大人，嘛是我个是大人。如果在你个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个案，拜托嘞，伫只阿文啊，甲你拜托，请你甲超级夜总会联络，只要做会到的，阮会尽量。虽然万项代志爱随缘，但是阮感觉，如果若有你一点啊随缘的，伊一点啊行善的，大家康康做伙起来，咱的社会都无暗角，咱的社会都光明甲希望。所有一切奇迹拢伫咱的手内，希望你们就是那颗北极星，给别人奇迹希望的北极星。感恩您。靠住朋友要讲话，您有咪可等来？是，嘿，即阵等来特别看老爸老母，因为去美国20几年啊，但是呢，虽然离开台湾遐久。
但是我感觉讲，咱爸母呢，不管离偌远，咱一定爱随时呢，会当的，伫咱会当的诶情形呢，尽量随时转来甲因看，关心因。嘿，啊，当即摆才拄好，当着老师伫咧等台南呢，做演出，啊，有这个机会来遮。所以爱要及时啦，哈！而且呢，他们两位呢，真的是非常有爱心。是。因伫美国呢，虽然讲吼，为台湾去到美国理想背景哦，因去到美国拢是国际咧做义诊的医生啊，所以因两阿公都是医生，然后非常非常的有爱心，而且是去做义诊是自己掏钱的哦，唔是讲协会，也是讲来募款的，都不是，是家己出钱出力去到各国。安尼去移进诶弱势的国家了吼，所以他们的爱心真的不落人后，而且呢，四大人伫台湾，伊嘛想着讲四大人爱不惜登来甲看过，所以安尼人咱也用会无鼓励、无学习。谢谢，谢谢你们这么好的模范。请坐，请坐，感谢两位哈。这是李雄北镇出国拍拼的人了哈，真是咱台湾人出国去拍拼，但是大家不会忘本。那会随时等来故乡看咱的爸母。这时阵，那要用一首歌来形容，什么歌较多？希望讲这首歌都好所有出外人。不管你离多远，故乡永远在你心内；不管你离多久，是大人永远爱看顾，请你多多时时打一通电话也好，和是大人，和因安心一下，跟请安问候一下。这是咱做事实应该做的代志。出外人送给您，谢谢。不管你是在地打拼，还是出外的朋友，希望大家拢平安快乐，认真打拼。是，尤其是咱来听李亚文老师讲话了后，所有人拢会改变伊的心境。你干嘛？这个可丽有什么要改变的？无你冇。他很有爱心诶。哪样？做有爱心诶呢？人我马上我咧做呢。哎呀，慈眉善目的，你讲嘛？你一定会哦，一定会出一个问题啦。你看到个解决？没一定会，阮陆陆续来先啊。是。还是讲伊个迄个运奖工哦，
我代理落车啦，因为你代表无偌远嘛，系啊，结果代理，迄个司机看迄个牌啊，甲付你代驾去。你知影个代驾甲代理差得多无？差得多，减两厘，有迄厘有哦，迄两条我抽起来变代驾。我本来差十五分钟会当到阮家，结果我开两点外钟。你过来边嘛？是不是我收了无好？无啦，你我来拄着这种状况，还是人生的业障。我感觉吼，人生有真多这种的代志会发生伫咱的身上，咱拢感觉讲啊，我哪会这衰？伊是无一定哦，对，菩萨自有安排，伊会牵你这条路，要让你平安哦。如果你若直趟去到代理，哎，说不定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了，伊只不过是让你脱过一劫。啊，你哪凡事拢正面的思考，而且是较乐观的，我觉得这是好事啊。每一人看到雅文老师了，咱的也就爱心拢提出来，吼，大家全国安尼拢充满着爱心，欢喜充满，希望这个爱的能量。一当行善的人是上有福气的人，会记哩，咱来将这个爱心甲摊好开，爱心一提摊，送好你，谢谢。好，要不要？爱心摊好开，迄个 A 人会再来吧？哦，真的吗 ？A 人？你个改名还改 A 人啊？Aaron 呐 ，Aaron 呐，谢谢，来来来，大家参考一下了哈，来来，爱心一直拖。最想要对大家讲一声，无限感恩感谢。心房